鄭子峰、湯潤華成績12.31米，第二名陳思朗可道成績11.91米，第三名林靜賢翁佑成績11.79米，第四名梁志維天水圍巡道，第五名古偉強趙律修，第六名李海龍可道，第七名謝達曼天水圍巡道，第八名黃奇海佛教茂峰。請頭三名的同學帶同你的運動員證到司令台領取獎牌。